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听我念三皈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并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可注。第583页，583页，倒数第四行，从第二句看起。上面，诸佛为因，业大师因缘，开示悟入佛之知见而出现于世。佛之开示，即是佛之知见，故唯有诸佛乃能如舌知之。上面所引用的《法华经》，这是大乘语言教义乘大经，经上师尊告诉我们，不仅是他示现在人间，他说诸佛，一切诸佛到人间来示现，无论是示现佛的身份、菩萨的身份、罗汉的身份，啊，不论什么身份，为什么来的？就是为一桩大事情，啊，一大事因缘。话讲得很清楚，就是为疑，疑就是大事因缘，没有人知道。这意是什么呢？整个宇宙是一体，这真叫大事啊！宗门、祖师大德有一句话说，摄得一万事比，什么人要真正认识一了，他就圆满了，圆满就叫成佛。没有人认识一，所以一才是真正的大事。一真法界，摄得一的人，他就住一真法界；不知道一的人呢，住十法界，住六道轮回。
啊，无论搞什么，你并没有离开业，业就是自性，就是法性，就是真如，就是实相。大乘经教里面对于这桩事情，佛说了几十个名词，几十个名词说一桩事情，这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叫我们不要执着名字相，不要执着言说相。你真正认识一就行了。一就是不二，不二就是一。啊，大乘教上所说的生佛不二，生是众生，众生跟佛是一不是二。众生觉悟了就是佛，佛迷了就是众生。不论是在迷在悟，理上没有差别啊，事上不一样，理上是相同的。所以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真的不是假的。本来是佛，现在搞成这个样子，迷惑颠倒，在六道里头，念念还造轮回业。怎么会干这种傻事？迷得太深了，迷的时间太长了，不知道回头。佛菩萨来劝他，来教他，他不相信，他听不进去。啊，能听得进去的人，能听得懂的人，都是迷得比较浅，还能听进去。虽然不能全懂嘛，还懂得一点点，这已经很可贵了。佛菩萨慈悲，不舍一人呐，生生世世帮助你，帮助你到大彻大悟。众生不知道感恩呐，啊，世间人，什么人对我们的恩德最大？不是父母，是佛菩萨。父母对我们的恩德一世，来世忘掉了；佛菩萨对我们的恩德，生生世世。我们叛逆他，不相信他，毁谤他，破坏他，乃至于消灭他，佛菩萨都没有怨恨，不生烦恼。
而且这些行为，佛菩萨看了、听了都点头。为什么点头呢？迷嘛，他绝了就不会了。干这种傻事全是迷呀。佛菩萨不会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心就不清净了。这是佛菩萨的本事，佛菩萨的功夫。佛菩萨的心永远是清净、平等、觉。那凡夫的心完全相反的，永远是染污、分别之中。是他迷惑。小乘经是随顺众生普世的教育，讲的不深，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啊，诸法实相偶尔提提，不多说。可是大乘是对菩萨说的，菩萨具足戒定慧三学，他能接受。世尊当年在世，前面20年，为大家奠定修学的基础啊，讲小乘12年，讲方等8年，这一部《无量寿经》是在方等时候说的。方等前面通小乘，后面接大乘，啊，是大乘的基础。20年之后，佛才开始讲般若。般若说什么？说真相，诸法实相。啊，完全讲佛所证得的境界。这个境界，释迦牟尼佛确实为我们细说，说得很详细，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这一部经佛在定中讲的，没有见性，没有这样甚深的大定，你不能参与释迦牟尼佛华严法会啊。所以华严法会说得很清楚，哪些人参加？41位法身大士，从圆教初住到等觉菩萨，他们有资格参加啊，听佛说华严经啊，《华严经》是讲的全宇宙诸法实相。在中国也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其实不止一个，很多啊。我们单举慧能大师做代表，
因为它是顿悟顿超的。顿悟顿超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它一个，没有出现第二个，所以以它做例子。那么他开悟之后，明心见性，那个境界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所开悟的境界相同，完全相同。啊，他也把开悟那个状况啊说出来了。他说的简单，只说了五句话。别人听不懂啊，无足忍和尚听懂了，衣钵就传给他了。给他证明，他开悟是真的，不是假的。人只要一开悟，一切法全通达了。啊，他虽然说五句话很简单，这个五句话如果细说，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无二无别。啊，《大方广佛华严经》要把它归纳起来，就是六祖慧能讲的五句话。不可思议。佛法里头没有对立，没有大小，没有长短，没有影响，叫妙法了，啊，《法华经》称为妙法，代表整个大乘，整个大乘都是妙法。啊，说什么呢？说开示悟入佛知之间，实际上就是一句话。佛知之见，佛知佛见呐，佛所知道的，佛所见到的，真实智慧，真实之际，本经上说的。真实之际是体，就是真如法性的本体。真实智慧是相，这是什么样子？无量的智慧，无尽的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智慧，啊，全宇宙的这相，真实利益是作用，能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能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能帮助众生转凡成圣，这是利益了。你要问佛法是什么，这就把佛法说尽了。啊，介绍
圆满了。这个东西要认识才行。现在大家迷了，对这个名词都迷惑，什么叫佛不知道，没人讲清楚，没人讲明白，所以别人说我们是迷信。他们迷不迷信，他也迷信，迷怎么说法呢？迷是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你相信它叫迷信，你不相信它也叫迷信。为什么都在迷吗？搞清楚了，才可以说信跟不信，都叫真信。搞清楚了，不信真信，信也叫真信。没搞清楚啊，啊，我们分享之前把三皈依念三遍，这是去年我在斯里兰卡讲经，小乘法师们跟我建议的，开经之前呢，念三皈依，我接受了，意思很好。啊，这三遍三皈依，就是皈依三宝啊，所有的听众通通皈依三宝，学佛人最简单的早晚课就是三皈依，最简单早晚课啊，念念不忘三宝，啊，我们接受这个建议。原本在中国大乘讲经之前有仪规，仪规差不多要做40分钟，现在人分秒必争，没这个事情，我来是听经的，啊，所以不参与仪规的活动，我们把仪规统统免掉了。啊，采取世间课堂教学的方法，没有仪规。啊，大乘最简单的仪规是三乘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然后念开经偈。啊，这是早年我讲经的一些简单仪规。讲完之后，大家在一起做回向。啊，那个时候有维诺，有乐众。讲经完了之后，维诺是领导大家，三乘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回向这就圆满了。这个我们都省掉了。我们带头把佛法回归到教学，
回归到教育。啊，这就符合开始悟入。啊，佛帮助众生。教学最高的指导纲领，佛怎么教人？开始啊，悟入两个字是学生的事情，不是老师。啊，开是用言语。讲解帮助他明了，因为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最利，楞严会上文殊菩萨带我们大家选择法门，文殊菩萨选择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啊，观音菩萨跟我们缘分最深，他用耳根啊，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世尊一生用言语讲经教学49年没有中断，除了言教之外，还有身教，要做出来给大家看。啊，身教呢，就是示，示是示范，做样子给大家看。啊，老师能帮助学生的就到此为止啊。释迦牟尼佛确实他示现了一生了。没有一样不是我们的榜样。从穿衣吃饭睡觉啊，生活工作待人接物，样样都是我们的好榜样，那叫是啊。我们看了要懂得意思，要知道学习，啊，现在跟世尊那个时代不一样，我们每一天所接触的人事物也不相同，那么佛的开始还管用吗？管用。佛的开示开经论，释是戒律，就是经律论三藏。我们要理解他的精神之所在，然后的何学何用。一切时一切处都能运用在我们生活上就妙了，这叫学佛。尤其是学大乘，世尊在经上有讲，
早年时候我还记得，现在记不得了。啊，有这么一句话：末法时期，众生根性呢，接近于大乘。啊，古代众生根性接近于小乘。小乘保守，大乘开放。佛在3000年前就说过了。但是，大乘一定要以小乘做基础，没有小乘基础，大乘会变质。啊，佛当年在世，小乘跟方等用了20年的时间，再说大乘。我们今天没有小乘的基础，也没有中国儒跟道的基础。所以佛法出了问题了。啊，固然有社会其他的因素，那些因素不是主要的，主要是自己没有儒教修行。啊，所以不能怪其他，一定回过头来责备自己，行有不得了，反求诸己，这才对。啊，我们自己错了，就怪别人。啊，这是错误。我们如果真的做得很好，别人对我们就不会产生误会。啊，原因是什么呢？佛法是教学，我们把教学放弃了，不教了，不讲了。社会对我们产生误会，你说应该不应该？这个误会怎么发生？为什么隋唐时代不发生？啊，国家领导人都是三宝弟子，一直到前清。真是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都是三宝弟子啊！古人有一句话说：“盛极必衰。”啊，康乾盛世。我们从历史上就看，超过汉朝的文景，超过唐朝的贞观开元，这个盛世差不多有1150多年了，中国历史上没有的。他为什么生？三宝现身。
儒释道三家得到帝王的护持。他们护持是真的，他真学，把儒释道三家的高僧大德请到宫廷里面去讲经教学。帝王带着嫔妃文武大臣听课，盛世是这样造成的。当时他们用的这些讲义，儒跟道都收在《四库全书》里头，大家可以看见的。对佛特别尊重。佛不放在《四库全书》，特别把它编一套龙藏，乾隆大藏经。特别尊重他了。佛法里面高僧大德都奉为国师，对佛法尊重。元明清三代的帝王，他们把中国儒释道通通实践，用儒治国。国家每年呢都有很多次的考试，选拔优秀的读书人，有德行、有学问的，选拔出来担任国家公务员。现在讲啊，国际领导的干部，以佛教化人民，佛教寺庙、庵堂到处都是，那是学校啊。这个学校是教化人民。用道教祭祀祖先、天地鬼神，三教都摆上用场，这是中国文化达到极致啊。唐太宗的群书之要在中国失传一千年，一千年后从日本传回来了，日本的天皇跟嘉庆皇帝登基，送了一套礼物来，这个礼物叫贡品，朝贡的，里头有这套书。那个时候的人不重视他，为什么呢？那个时候的社会超过唐太宗的时代，所以不足以珍贵呀。到现在我们对这部书是国宝啊。为什么它能真正帮助我们、指导我们？
拨乱反正。啊，今天是乱世啊。如何能从乱世回过头来，再走向天下大治？这个书有这种效果。这个书是真正的智慧。啊，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拿到这部书，展开来一看，告诉我，几千年前的古人所写的东西，现在还管用，这叫真正的智慧。啊，超越时间，超越空间。他说：“很可惜，我到现在才看到。啊，如果早年看到了，他说他会把马来西亚治的比现在不晓得要好多少倍哟。”这是一个识货的人。啊，所以天天盼望着早一天把全书翻译成英文。我们是为了他着急要看，用不得已的方法在全书里头摘取精华360小段。啊，供养他们。啊，现任的首相纳吉天天读，手不释卷。啊，英语的本子出去了。我们相信全世界有智慧的那些专家学者跟政府领导人对这本书一定非常重视，啊，我们相信明后年除英文本之外，其他国家呢都会再翻，越多越好啊！啊，今天社会的动乱，没有人有方法来对峙，找不到方法，不是不找，找了几十年了，啊。联合国在70年代就开始召集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这些会议，啊，我参加了十几次，知道真的是想找，找不到。啊，早年我参加这几次、十几次的时候，我还没有看到全书之要。这是最近3、4年才看到的。啊，
今年有缘，意想不到啊，年岁太大了，体力衰了，联合国的这些朋友们还没有把我忘记找我再参加一次盛会，给我安排了两场讲演，一场20分钟，第二场2个小时。我讲什么呢？我只讲两个题目，一个是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第二个是讲说明世界真的要想走向和谐，只有团结宗教这一个方法。离开宗教不会有和平的。我这个看法得到马哈迪长老的赞同。宗教要回归到教育，宗教是好东西，说明中国过去的帝王，他有高度的智慧，他不是糊涂人，他不是迷信，今天批评他们封建迷信，实际上你没有读过历史，你不了解什么叫封建，什么叫迷信，没搞清楚。真搞清楚之后了，你就会发现我们现在没有脱离封建。我们也没有脱离专制，民选出来选个总统，他还是专制，时间短一点，4年5年他就下台了，不是永久专制。为什么？人有私心，私心就是专制。私心就是封建。大公为无私，古人讲的。历史上有过不多，很少中国人称为古圣先王，3800年前的陈塘，3200多年前的文武，周文王武王。今天全世界各个阶层的领导人能跟他相比吗？从哪里比？吃饭、穿衣、住房子，他们跟平民完全相同。
啊，老百姓吃什么，他们也吃什么，没有比别人吃的好。老百姓穿什么，他们穿什么。老百姓住的什么茅草房子，他们也住的什么茅草房子。没有比人民啊水平提高一层的，没有。这是专制，这是独裁。但人民服他了，人民都称赞他了。不但人民服他，当时中国并没有统一，都是小国。那个时代差不多1000多个小国。啊，这些小国诸侯国国王没有一个不佩服，都向他学习，尊称他为天子。那是尊号啊，实际上他没有统治权的。德行啊，榜样做出来了。释迦牟尼佛没有政治地位，平民。一生讲经教学，啊，桃李满天下了。学生多啊，经上记载的，其中有16位，当时印度一些大国王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释迦牟尼佛没有见道场哎。没有改变他自己的生活，一生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这是示现的，做样子给人看的，做他的学生。长随弟子，经上记载的1255人，这些人一生没有离开释迦牟尼佛，佛在哪里，他们跟到哪里。长随弟子，那我们有理由知道，不长随的。啊，在家的这些弟子跟佛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这样的人绝对不会少于长随众。啊，我最保守的估计，跟随释迦牟尼佛的人超过3000人。这么大的团体，有秩序，有规矩，所以三皈依里头，皈依僧，重中尊。皈是回头，依是依靠，回过头来向他学习，他有规矩。那么多人生活在一起，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发挥了六合敬的精神，给所有社会团体做最好的榜样。
这慧眼僧这个意思啊。这些人心地清净，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小乘清净心，大乘平等心，清净开智慧，平等开大智慧，所以后头有觉。我们经题上清净平等觉。油画在印度这个地版图上，居无定所。这个僧团在哪个地方住上几天，住上一两个月，人民看到听到了，接触到了，都学会了啊。大乘的除了基本的三规、五戒、十善、六合、六度，这是基本的东西。出家在家都一样啊。出家的还要学比丘250条戒，大乘的菩萨戒，对社会的和谐有很大的贡献。为什么那个时候人不说佛教是迷信？他对国家、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他有智慧，真能帮助你解决问题。老师善于开始，学生呢容易误入。看懂了，听懂了，没做到。看懂听懂，真正把它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工作待人接物，那就叫入。他入进去了。如就是真果。修行有了功夫了，如佛知之见。标准是什么呢？标准是中国人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明心见性
是佛知之见，要达到这个目的。啊，可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人不多，真学真干。也做出了成绩出来，这是罗汉，是菩萨。如果入佛之见呢，他就成佛了。华严经上称他做化身大士，天台大师称他做分真佛，他是真佛，他不是假佛，还不圆满啊，还要继续修啊。什么叫圆满呢？无明习气，断干净了，这就圆满。无明断了，习气还习气断干净，这叫圆满啊！这是大乘里面的成佛。我们看注解下文。佛知开始，即是佛知之见，这大乘经上全是的，故唯有诸佛乃能如实知之。这个诸佛就是41位化身大士，他们见性了，他们知道，他们丝毫都不怀疑。那下面说，众生在情见中，凡夫啊，这个众生包括小乘，包括别教的三乘菩萨，啊，为什么呢？他的情没断。这个情是什么？就是八苦里面所讲的无因之身。六道里面的众生，哪一个不是无因之身？无因之身，一分一秒，我们都没有离开它。无因讲的是色、受、想、行、识。色是我们的身体，肉身。肉身从早到晚在受啊，受什么？受苦啊。受什么苦？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我们从早到晚呢，从大年初一到腊月30啊，天天在受啊，日夜在受啊。啊，受了，这个受是心法，啊，色跟外面接触，
就有受。啊，有苦受，有乐受。佛说，苦受是真的，乐受是假的。这什么意思呢？乐会变质，苦不变质。苦一直苦到底，不会变成乐。乐不行，乐极生悲。啊，比如说吃好东西，很好吃啊，吃得很快乐啊，吃一碗呢、啊，叫你连续吃十碗，苦变成苦了，你喊救命了。啊，这就是乐会变成苦，你要知道，所以乐是假的，乐是有限度的。有智慧的人不会叫他到乐极，极就会变质。啊，苦打你一边很苦啊，打你一百遍更苦啊，不会把打到一百遍你就快乐起来，那不可能的。啊，所以苦不会变成乐，这是告诉你真的。乐会变成苦，假的，不是真的。啊，这年轻人喜欢跳舞，跳舞很苦，很快乐啊。叫你连续不断，不能休息，跳上三天三夜，你就叫苦了，你就求饶命了。啊，不管什么乐。落到最后，悲就现前了。佛讲的透彻，讲的明白，所以有时候受气里面就产生想，那想是什么？妄想、杂念，就出现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六道轮回的因。啊，妄念纷飞呀！啊，识是个资料库，你所想的这些一切善跟恶，统统收藏在这里头，这叫业。啊，善业、恶业。啊，死了以后。阿赖耶识含藏的这些业习种子现前了。啊，这些种子不是物质，它真有，你看不见。佛说，如果阿赖耶识这个种子是有形的，像物质一样有形的，这个形状再小，我们每一个众生所造的这个业，尽虚空都容纳不下。啊，好在它不是色法，不是物质，没有形体，但是它在。它永远存在，这个东西麻烦了。什么时候它会不在了？见性它就不在了。迷失了自信，这个东西就生起来，它就有。明心见性之后，这个东西就没有。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明心见性对我们多重要。明心见性是什么？是真心。我们的真心现在不明，啊，这个也就是
大学里头讲的明德，那个德就是讲的真如自性。真如自性本来是明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它本来是这样的。迷了之后，智慧不见了，能量也不见了，但是并没有失掉，只是迷失，迷障碍住它了，迷放下了，他的明德就恢复了。所以大学讲明明德，明德是个名词，上面是个动词，学儒求什么？求明明德，这就是见性啊。性是什么样子？性是清明，它有什么作用？止于至善，跟大方广上讲的体相有一致的。佛法把如根道提升了，啊，如根道接受了佛法，佛法把他们统统提升了，他们讲的没这么透彻，佛把他讲透彻。啊，清明，再讲的明白一点，就是五伦里头的父子有亲。啊，父母对子女那种亲爱，那是天真的，不是从哪里学来的，没人教啊。人人都有，人人弥勒。你出生的时候有啊，我说过一句话，人生百日，一百天，提露真常，你从他的身体上细心去观察，你看到真如本性，你能看到不生不灭。啊，小孩一百天，三个月，还不认识生。啊，不管什么人就抱他，他都给你笑眯眯的，他都喜欢。一认生呢，麻烦了，他被染污。他有分别了，不认生说明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就是体悟真常啊。佛所讲的就在面前呢，啊，我们见到了，古人也见到了，我们相信这桩事情至少至少在一万年之前，那老祖宗看到了，啊，看到之后就想了个念头，如何能把这种真诚的爱心呢，永远保持，一生都不变质，这多好。啊，那从我们事实经验当中，它为什么会变？
心相近，息相远，息心本性不会变，习性会变。啊，习就是今天讲的染污，他跟善人在一起，他染上了善；跟恶人在一起，他染上了恶。啊，所以你看，四五个月之后，他就认生了。往后，一个月比一个月染污严重。要是不教他的话，他不能不染污。啊，所以这个教育的念头就生起来了。狗不教，心乃迁。要不好好教他，他那种天真完全失掉了。啊，到后来变成什么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东西一天比一天严重，这麻烦大了，这就搞六道去了。啊，佛陀教育的兴起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从这儿来的，同根同源呐、啊，教之道归专。啊，这个专，实在讲就是佛法讲的定，把心定在一处，不受外面环境干扰。这叫禅定，外面境界清清楚楚、寥寥分明，是智慧，不受干扰，就是什么？你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自性本定。你本来就是这样的，啊，从三四个月小孩当中可以看出来。很清楚地看出来了，人人皆有啊！啊，那我们这一生当中很幸运，这60多年来，我们所染的是佛教的经典，经典以外的东西我们都放下了，不接触啊，不被它污染。啊，电视机，它送到你家里来了。他有权啊，送在家里，我也有权，我可以不看啊。啊，我们有电视，没有天线。啊，电视台所播放结果统统收不到。我们看自己的光碟。啊，我们把这个好的工具用在教学上，啊，用在为全世界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天天来分享佛法，用在这上。啊，这个讯息是自心的学习，佛菩萨明心见性，他们的言语文字是从自性里头流出来的，正知正见，佛知之见，
我们每天接受这些，好啊。啊，众生在情见当中起心动念的，都是妄想分别。这一句话就把今天社会的动乱、今天地球的灾变根源说出来了。从哪来的？都是妄想分别出来的。妄想是莫那识，分别是第六意识，就这两个东西变现出来。故佛虽有种种譬如言说，譬是譬如啊，比喻，但是众生与佛知佛见如蒙如盲，不能真实解了，这真的，所以产生严重的误会。佛教是宝啊，能救自己，能救你的家庭，能救社会，能救一切众生，除佛法之外没有第二法啊，摆在面前不认识，你说多可惜。是难，佛自己也说了，《华严经·大智度论》上都说，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世间再聪明的人没法子理解。为什么？因为他有妄想分别执着，他就不能理解啊，找几个没有妄想分别的人少了，没有妄想分别执着的人，他能听得懂，他能看得懂，有妄想分别执着怎么跟他讲？怎样去表演给他看？他看不懂，他听不懂，这大乘的难处啊！为什么从小乘开始，这个道理就明白了？啊，那么小乘的国家，今天我们看到了斯里兰卡，大概全世界只有这一处。斯里兰卡这个小国家，不大，国家并不富有，可是人民生活在幸福快乐之中。他快乐从哪里来的？欲望少，吃饱穿暖，有个小地方可以居住，遮避风雨，他就满足了。你给他再多的不要，啊，不追求这些物质文明，啊，愿意保守古老的生活方式。知足常乐啊，快乐从哪来？知足。人人都知足，
个个都知足。我去了，我很喜欢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真正看到与人无争，与世无求。这在现在上很难看到的。小乘国家，全世界每一个地方的佛教都是口头上的佛教，没有把佛教变成生活。只有斯里兰卡人民把佛教变成生活了。寺庙很多，每一个出家人都能言善道，特别是星期天，他们星期天不是法会，没有进餐，星期天教学，对象呢，在校的学生，在学校念书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只要是在校的学生，星期天一定要到附近寺庙接受佛陀教育，学习经典。这些法师，比丘尼，都能够讲阿含经。今天特别重视佛陀所讲的伦理、道德、因果。他们讲的很生动。经文还收集很多故事来印证。讲的生动，讲的活泼。老少咸宜，大家都喜欢听的。我们听说有这么一桩事情，星期天，我们这一班去参观访问的人做一次突击检查，预先没有通知，就走进一个寺庙去看，没有想到这寺庙就整个地方包括的庭院坐满了人，大概有3000多人，全是学生，规规矩矩都坐在地下。寺庙里头、殿堂里头、走廊上，通通坐在地下。一排一排，整整齐齐。听法师讲经。没有课本。我们得看真的。这些我们算是外国的游客。学生呢，专注在听老师讲，没有说张过头来看看外面客人，没有。这个一点我们佩服。外面旅客的人不干扰他。他心专注在听教，
啊，我们看出这个国家有前途。为什么？要积德了。啊，这世界上只剩下这么一块净土。我劝总统，总统热心护持，啊，总统每天自己早晚都做口诵，他有早晚课，啊，总统府里头没有佛殿，佛供在哪里呢？供在院子里头，菩提树下。啊，院子很大，有一棵大菩提树，佛像供在菩提树下，就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树下打坐，啊，早晚课在菩提树下坐，我们到那边去礼拜供养。有这么一个地方，让我们相信佛法将来啊会传下去，不至于会灭亡。啊，到那边参观，让人感觉到他们的生活幸福。这个国家把佛教回归到教育了，下面引的是《圆觉经》，《圆觉经》云：“未出轮回，二遍圆觉，彼圆觉性即通流转，此行。”四两分别不能解了，啊，不能解了圆觉。南泉云：“设作如如，早变了也。”这个佛之见啊，开始悟入，我们都有参考资料。在参考资料第二节第二面啊，佛之见，这说得更清楚一点，这是佛门的术语，了知，了是明了，知道，照见，照见是比喻，像镜子照外面的景象，照得很清楚，它没有分别，它没有执着。
诸法实相理之佛智慧，是为二智中一切种子之用，用就它起作用，故就肢体而云智，说的智，又为无言当中佛言的作用啊，故就言呢就说它做见啊。重要的是照见诸法实相理，理就是佛的智慧，佛是自己不是别人，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那我们的佛之见佛智慧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会起心动念，会分别执着，这叫情见。我们今天用情，这就是六道轮回，用情智就没有了。情执放下了，智就现前了。我们现在智在不在？在。在哪里？智变成情了。迷了它就变智，变智了。悟了它就又回来了。那如果我们觉悟了，知道情是假的，不是真的，智慧就现前。烦恼跟菩提是一桩事情啊，佛之见是菩提啊，情见是烦恼啊。啊，情见就是生什么东西？生贪嗔痴慢。啊，或自己意思就想占有，想控制，起这些念头。啊，起贪嗔痴慢疑的念头，啊，智里头没有，智里头一切明了，一念不生，啊，那是智啊。不是智外有个情呢，情外有个智，不是的。现在纠缠在一起，混在一起，我们没有能力去辨别它，所以大乘经教比什么都重要啊！你常常接受大乘经教讯息，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慢慢就觉悟了，不怕不觉悟。就怕你不接触，啊，一定要把大乘经教当作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绝不能少。啊，每天总要读一段经文。啊，最实用的、最切实的，实在是就是黄念祖老居士的大境界。他晚年带着病啊，不是小病，重病啊，六年。把这一部注解变成功，功德无量。
啊，这一部注解他引用的193种典籍里面83种经论，10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解释这部《无量寿经》。这也是述而不作，行而好古。二智是一切种智，一切智。就智体，我们说它是智；就无眼呢，我们说它是见，叫佛智佛见。得此佛之见，由开示悟儒啊四个次第，初于十住位，断一分之无明，得少分之知见，谓之开佛之见。这完全就修行功夫上来讲，我在前面跟诸位讲的开示悟儒，开示是老师的事情，悟儒是学生的事情，这是课堂里面所说的。老师开示，学生不能悟儒，那老师怎么样？老师就不讲了。讲废话，浪费精神，不讲。这就是方东美先生早年告诉我，60年前，现在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这话什么意思？现在学校的学生不想学，没有心思学，老师教了听不懂，不能接受。说的不好听的，学生心浮气躁，心不在焉，老师不讲了。那我们想学一点，真正听一点东西，特别刻苦，星期的几天到他家里，给我开一门《哲学概论》，学生就我一个，也没有交一分钱学费。老师乐意为我开这门课程，什么原因？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年轻人呢，想学啊。想学没有机会。老师愿意把星期天的时间抽出来给我讲一些东西。我们想学，真想学，感动老师，是这么回事情。
老师也发现，我们有能力接受它，听懂它的东西，这欢喜叫。那么这个地方完全是从学生方面来说的。施诸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这个叫开佛之境。乃至于十地，断尽无明，至尽圆明呢，为之入佛实性。他这个排在什么？排在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这是华严经上的。是诸菩萨开佛之境。是行菩萨。实行，把佛之见落实了，做到了，是佛之心，真做到了，是回向菩萨，悟佛之见，是地菩萨，入佛之见，他把它分配在这个。开始悟入，这是41位法身大士，上面还有等觉。释迦佛出世，以大士因缘呢，为开始悟入佛之之境。法华文具第四卷说，法华文具是智者大师做的。佛以一切种智智，佛以佛眼界开此智眼，乃名佛之眼。换一句话说，一佛成的对象是法身菩萨，不拘开始悟入，他没有办法接受一乘法，华严是一乘。法华是一乘。我们再看后面这一个名词，开始悟入。开佛之见，是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是邪。佛出世本怀，佛出现在世间，为什么？就是为这桩事情。而佛的知见呢，是一切众生统统有的，这是弥了啊。开者，如实开藏户，这都是经上的比喻，好比这个仓库啊，平常门关的，你看不到里面什么东西，就打开看见了，这里头有宝藏啊。是者呢，如清藏内之宝，如现上内之宝。
宝藏打开，你不识货，你不认识，要给你介绍知识，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啊，这是黄金，那是白银。啊，一样一样指给你看。啊，物呢，如夜夜记得藏内之宝。啊，悟是听明白了，知道了。啊，入是呢，入是你得到了。此开悟之前身，次第培育大乘，皆为的四十位。啊，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文句第四卷，啊，智者大师《法华经》的注解。知见者，智是智于理，见地法，地法无为，则无分别，以无为故而有差别。若此之见，能开示悟入，以念离广泽有四十位。啊，六说呢，这是四个位置，广详细说有四十个位置。啊，十住，从初住到十住，十个位置。摄行，从初行到摄行，也是十个位置。摄回向、摄地，总共有四十个位置。四十个位置，悟入佛之见，浅深不一样。虽有浅深不一样，它表现在自行化他，好像是没有差别，这个不可思议啊！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这《无量寿经》不可思议，如果没有这部经，我们看这些东西看得很好，一样都得不到。为什么？我们情执得不了大乘珍宝，我们这听听边度遇不到。但是有这个法门呢，这些经文读了，我们就有信心了。为什么呢？我们能得到。每一个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这个经上第二十愿，借作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是什么菩萨？就是这四十个位置，从初住到等觉，四十一个位置都叫阿惟越致菩萨。换一句话说，开示悟入，你通通都去做。只是功夫浅深不一样。净宗殊胜啊，无有一法能跟他相比。世尊末法九千年离开这个法门，全落空了。这一点我们不能不
不明了。明了之后，一句佛号老实念下去，这一生决定成就，决定往生。先前念佛往生的卧道众生不少啊，有地狱道的，有恶鬼道的，有畜生道的，他们听经闻法，我在澳洲，我们学院停车场有两棵枇杷树，树神呢往生了，托梦给出家人，感恩我们学院建立在这个地方。他听十年经，念十年佛，阿弥陀佛接他往生，托梦告诉我。我们第二天看那个树啊，果然枯死了。我们跟树神列个牌位，鬼神道。我们这些人不如他了，他圣年成就了，我们这个圣年还在搞妄想分别之处，这怎么行？树神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